这浮萍上从大厅子出去住，睡得翻翘喽。你看那边都结，窗子都睡得结结，你按着好下，然后再睡，你看到没有？ 看这车演的。 这房子都涂没了，屋子里的电视都涂到大水边上了，大水冲进来。 博物馆、图书馆。 门口成汪洋大海了，二三十岁的姐买的东西回来，准备回家爬山，又开始涨水了。
车子都安完了，车子的充电儿、零零都已经安完了。我们那个，你看好大水，你看，接牛了，你看吧，两只没还在窝头，911又没。 哎呦喂，不要涨了，再涨要进窝了，这咋断掉哦？涨嘞！哎呦喂，这儿又加气站给水，那为啥子我们水？哇，这鱼好大，炸弹沙滩，好吓人！好就安全了，我晕！真凶喽！真凶喽！